好，我重新，不是重新，我开录始音录吗？了。对，我开始录了。好，是你的吃东西的声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有点忘记我们在干嘛，拿石板。我也忘记你们在干嘛。啊，我已经在那个谁啊，阿宙，不是阿宙，阿叶啦，阿叶到了那个中间，然后要拿石板，准备拿喽。要拿喽。他的石板长怎样啊？就是跟你刚刚在路口捡的那个一样大小，也是白色哦，它浮在水上。的。没有没有，它就是卡在中间的凹槽。啊，准备要拿，大家准备逃离。那零把你围在中间，感觉有点温馨。有点温馨。那你要拿了吗？拿吧。那你抽起来的时候，你突然听到什么声音？然大家快后逃啊！大家快，那零就是把你护在中间，然后把你压，就是压在中间这样子。那之后你再次睁开眼睛，就发现零的身上中了很多的，就是木棒。虽然我已经想到，但是，虽然你已经想到了。不然那些人怎么可能会变成一滩那尸体嘛？是啊，就是说啊，然后有一个人在那岸边吃东西，吃饭吧，谢谢。怎么办？他死了吗？零就动也不动，不，不要放弃啊！先急救。急救，要先把他拖回岸边吗？他很大只诶，应该拖不动吧。急救，对，还可以急救吗？可以啊，应该不行啊，其实。好吧，那就算。他回复一也好啊，说好的烤鸡，真的，说好的一起吃烤鸡，那已堆经成变成蜘蛛一形件状的事烤情的愿鸡。望吗？你要怎么回来啊？没关系啊，他可以再游回去啊，说的也是，而且我不刚用才可是上。打成功的，说对的也啊，是。那你就虽然想试着急救零，但是你已经一动也没有动。急救无效了，太阳说不定是可以让他复活的关键，快点插快回点，去。一边哭一边，插什么啊？插石板啊！快把石板给插进去。插进去，用力的插进去。这次换你插了，我来按住按钮。可，那我插进去。所以你们回到了上面那一层楼是吧？那这时候你们会看到就是众多的水蛭在附近。水蛭人来了。哪里的附近？哪里的附近？对 啊，就哪是附近？这一块白色的空间。我先把石板藏好好了。那这时候那个你们叫他水蛭人哦，爱单人科语，阿他志这个时啊，候站在那个长廊的那个就是两个叉叉的前面，然后就说：“你们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迷要路，迷路了，想迷回路？”家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们身上应该有石板吧？”问你们。什么看一样下的前石面的板房啊？间了。啊，你们说什么？有啊，我们不把唯一的石板插在前面的房间了。是吗？但我刚刚看你们是从下面上来的吗？我看你是从上面下来的。是啊，我有看到上面有插了一块石对板。对啊，啊。我也看到下面有一堆血。我以为你要说下面有一块石板。他就说他知道有一块石板在下面，应该是被你们拿走了。你为什真么的会知道吗？下面有一个石板？因为他之前就是曾经有听说过，就是在这个遗迹里面，每一层楼都会有一块石板。那这一层呢？那这一层呢？没有看到，那以及那个谣言是错的哦。可能被拔走了也说不定啊。因为照来说，石板会在这一个空间。可是谁好拔走像它了？也没有你可以吧。先进石板的地方啊。
那他手拿着弓，然后对着随便一个人潮，为什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对着小叶吧，然后说石板是不是在你身上，最好交出来了。为什么你要这么没有礼貌呢？因为你们是外人啊，我可是被绑架到这里。他不信任你们，他不信任你们，不信任就可以用公子的人吗？那我也不信任你啊。这是图图没教养的东西。喂，我丢一个图哦， oh. 所以看你们要不要。居然是黑龙也不能打动我啦！原来黑龙会打动你吗？不知道。反正他就拿着弓指着你们，就是说最好把石板交出来。你要石板干嘛？他说他有愿望必须要实现。我们也有啊，我们要回家。什么意思啊？回家就是离开这边的意思。你们也可以住在这里啊。为什么我不要跟你住在一起？一天到晚拿弓射我嘞、欸！射来射去的，谁在你旁边睡得着啊？拜托。那他没有多说什么，然后朝你们射。等一下，先不要冲动，兄弟。兄弟，兄弟，谁在讲话、啊？那个小仓啊。因为一直在吃东西、啊，小叶已经快要爆发了。嗯，冷静一点，小叶。然后那个泰山也冷静一点。我不叫泰山啦。叫什么啦？他说他的名字叫鹿。鹿？哪个鹿啊？马鹿吧。寻鹿的鹿。是鹿角的鹿吗？呀？哎，打成乐了，为什么？鹿吗？这个路，那我就问他，你知道下面的石板是有什么功用吗？嗯，你知道下面的石板有什么功用吗？哦，那无法信任一个天到晚杀别人的杀人犯。我们有一点小小的麻烦，你可以帮我们的话，就把石板给你。什么麻烦？我们有个朋友有点小小的重伤，超级重伤，小小的重伤、嗯嗯，什么意思？你可以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那这样你们必须也要跟着我下去才行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们走前面，我走在后面吧。我们不能并行吗？什么？我们并嗯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走一排啊，走成横的一排啊。嗯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在后面射我们啊？对啊，你可以左拥右抱、欸啊、我会在后面射你。你可以左拥右抱、欸、你们不走前面就不要，居然不要，他坚持走后面。可以左拥右抱双胞胎，你知道这是大家多么想要一件事吗？想要都不一定做到、欸。左拥右抱多想要啊！这是只有你们两个吧？哦，太任性了！这里的人怎么这么任性啊？这个人就是 KP 的化身。对，烦，快点决定吧！你在前面，一个人在后面，你觉得如何？对啊、反正我们两个人，这样不就是包夹了吗？不会啦，我们很弱。啊、你看我们力气，抱歉 ，STR 三，这么三呢、欸？对啊，他不懂什么是 STR， 就是力气哦，就是一样。我连你的小腿都举不起来。你们到底是想怎样啊？我们想要一前一后。嗯，不行，不要，不准，我不想要。哦、你们只能两个人都在我的前面。任性哎、欸，那你把你的弓放下来。对啊，先放下来，免得你射我们。对啊。好啊，那你把弓给我们。不要、哦，任性，任性。是想要我射穿你的头吗？好啊，走啊，走啊。我等一下要朝后面丢那个炸弹。我给你一点，我给你一点，大家同归于尽吧。给你五个。该死的野人没知识的东西。所以你们要下去了吗？嗯嗯、好，那就下去。然后怎样？你们给他看林林的尸体。嗯。大蛇吗？嗯、他说：“这是你们的朋友吗？”对啊。
我要跪在那边。那他就他就用召唤了一些水蛭，然后爬到了林的身上。他都已经这样，你还想怎样？过没多久，然后水蛭们就离开了林的身体，然后林就眨了眨眼，然后就起来就好痛啊！哭，不痛不痛，觉得很想想烤鸡，想想烤鸡，啊、烤鸡烤鸡跟烤猪一样，烤鸡，烤鸡。烤鸡然后就过来了，又回来，因为他救了玲玲。嗯，石板可以给你。那石板呢？拿去啊，去地上捡。所以你把石板放在地上吗？因为他鞋中吗？可以不要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到底他被射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想捡回来。哦。我摸摸，所以呢，石板把它丢到他脚边，好危险哦！欸、万一砸到脚怎么办、啊？被你刺怎么办啊？啊、好了，那他就捡起石板，然后就走。走去哪？往上走啊！哦，那我可以先问他，他的愿望是什么吗？他的电话，他的电话，电话啊？什么？你是要哦愿望哦？对啊，奇怪了，他当我电话不能有电话，我才不要，我讨厌他，笑死我了。那他，你是说愿望吗、嗯？他说他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恢复成以前的样子。哪样？就是因为一群那个野蛮人进来的关系，所以导致他的家园遭受破坏，然后他希望可以召唤出。这边的神灵来帮助他们恢复成。我以为你要说神龙之类的。神龙，召唤出神龙，神明。有龙的话，我也很开心。神明啦，那他就说就是这样吧，然后就走了、嗯。我们可以跟过去吗？我也想跟过去。众多水蛭阻挠你们的路。妈，烂水蛭。就不要被我找到眼。然后林就说：“啊，好多水蛭，好恶心哦。”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也觉得。啊，过没多久，水蛭就爬走。为什么水蛭会有治愈能力啊？因、嗯、为这就是 NPC 的能力哦。哦。如果你们跟他好一点的话，其实他可以帮你们做治疗。我没有办法。你们超没办法的，嗯，你们只有零了，我零，我只要零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零表示问号，那就要上去了吗？零、嗯、问。走吧，走吧。那往上走之后，你们会注意到那个按钮已经被那个人破关。是应该还要再上去一次的吗？土著就是任性，超任性的土著，真土著。那这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塞个聆听，是怎样会有什么铁锹滚下来吗？啊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会不会被吃掉吗？谁啊？被谁吃掉？我想要听到为什么都的惨叫。那小叶只有听到枪声，土著果然在觉得是在楼上发生的事。怎么办？有枪声那个，那快点下去吧。好啊，啊，结果你没有下去了，可是按钮被破坏，不就走过去还是被刺吗？是啊，要不要丢个什么东西看看？丢什么？我们现在有很多尸体可以丢。好啊，玲玲，一个重听，林就啊啊什么什么过来了。有没有什么很重的东西可以丢啊？例如尸体之类的。对啊，好像很多的东西。
我以为你在说我。没有啦，不能丢啦。怎么会丢你呢？呵呵。这两个恐怖，我刚刚可是哭过的哦。那林想一下就，不然看一下，然后把按钮那边的石块咬开，然后说不然我在这边按着，然后好可爱哦，你在哪里按着？用他的尾巴，也只能用那里按，没有办法。嗯，走吧。那你不是被破坏了吗？没有，就是被石块压着。破坏呢？这是小孩子恶作剧吧？对啊，果然土著的智商就到这边而已啦。嗯，超级不留情，真的超不留情。那就上去吧。我对于任何要攻击着我的人，只会愤怒而已。你不是胆小鬼吗？那你们两个就跑过去了。对，我不是胆小鬼吗？你根本就是阿宙本人上身。哦哦，真的。我知道变回胆小鬼了，但土著还是要杀。林就说：“那我只能在这个地方等你们。我们马上就来接你，乖。欸”谢喽，记得我的口号啦。好，那他就趴在那边勾嘴眼。你们到底多喜欢蛇啊？那你们到达了上面那一层楼之后，你们会看到那个鹿倒在地上，然后那脚然后快死了吧、欸，然后在门口还站着一个男人，怎么办？先怎么办？拿着枪先丢炸弹吗？好吧。哎、欸，这么快就要丢炸弹了？对着谁丢？好快哦！等一下，那个人在送鞭炮的啊！姑且听一下，姑且听一下。糟了，他叫什么？快点哦，不然就过去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有吧？可是你们根本没问吧？好啦，好啦，你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是谁？你很随便的问呢、欸。好吗？他是。那你会注意到他的手臂上面刺着蜜蜂的毒蜂、欸、然后手里有一块蜜蜂的板子。这怎么办？木板还是石板？是木板。他没有插进去吗？没有，那是木板。因为那个祭坛不是也要插进去才会有用？对啊。对啊，但是木板其实有很多片。如果在丛林里面好好搜寻的话，其实很多片。什么嘛，没关系啦。我们没有好好搜寻吗？我们有玲玲就好了。真的，玲玲就好。在楼下啦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只能把手举起来吗？那我先把炸弹五个分给你好了。你可以放到我口袋里。好，棒。那他就对着你们脚边开了一枪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不要乱动。”我可以假哭吗？你可以说人话吗？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要假哭吗？两个人要假哭哦，好可怕哦！我本来就很害怕了吧，我就讲到这了。稍微等我，等你。人家好想回家家哦，呜、嗯！我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好想回家、嗯，真的，好想吃烤鸡哦，跟玲玲一起吃烤鸡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好吵、哦。”然后朝着你们旁边。我可以看出他的枪是什么样的枪吗？是几发子弹的？啊，是那个，应该是那个格洛克吧？哦、好吧，就这么喜欢这款吗？对啊，因为这一排的子弹特多，本来想说是这么耗到他子弹没有的，还是算了。应该不会有人这么蠢吧？也是啊，但也很难说啊。驾驶者是秋秋哎、欸，对吼，对啊，没有怎么了吗？对，继续。他就说是不是有一块石头在身上？
对啊，你可以过来收身啊，没有，对啊，真的没有，我们只想回家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害我们呢？回家。然后他就叫你们两个闭嘴。不要上的子弹多就这样哦。真的是哦。哎，那他就说，那你去看一下那个男人，就倒在地上，那男人身上有屎。那顺便急救一下。好啊。顺便急救。虽然这混蛋很机车，但前面那个好像更机车。这个有角色，这边的 NPC 在比。手里呀。手里呀。哎。小窗卡里，那先看一下小叶有没有救成，搞不好就大成功了，就随随便便的，那就是互补啦。那原本差一点就要被你搞死，但是好险小叶救他救了回来。你为什么这么棒？因为我是你哥啊！谢谢。那就跟。嗯，那男的就说，到底有没有石板啊？你们在干嘛？等一下，给戏很多，然后你口罩很多，到底是怎么样？不能找快一点，就说对啊，不能找慢一点呢。没有口袋啦，看不到，看不到口袋，还是两点二啊？哇，是很多没，奇怪了。啊，受不了，我决定等一下啦，就跟你说没有了。哎，一天到晚都在开枪，真的。对呀、啊，很容易擦枪走火。这就是一个充满枪支的剧本。拜拜，小苍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要死了，先走一步了，帮我拿保险杯。我会直接自杀的，我受不了这边的 NPC 了。那他就朝着你开了一枪，但是。就是开在你要吓我啦！有没有找得到石板都要找不到了，真的。然后陆小声的，就是对着你们两个人说：“千万不要让那个人拿到石板。”他就是带领着，就是那群野蛮人进来，所以他外面伙伴很多喽。算是水质可以攻击他吗？对啊。没办法，我现在有点虚弱。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对啊，到底是谁啊？ Okay. 我就跟你说过，你拿枪你要不拿？对啊，他不会用吧？教你说要教你，你跑进去里面干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说没，你们人是说不听哎。对啊，你们现在输压时间吗？轮流骂他。我说没有啦，看他。衣服这么少，也没有地方可以放石板啊。嗯，灌起来啊，奇怪的。对啊，他裸体成这样。对啊，你要只是要把他衣服全部给掀开吗？好吧。那我可以在他后面吗？当然不行啊！他叫你们推到楼梯。我可以投掷炸弹了吗？我可以先把他石板先一步的插进去吗？那你可能会先被枪打中吧、哦。你们是拿走石板，然后退到楼梯口，还是石板放在路上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你不是哥吗？在错乱的吗？就放你身上好像不错哎、欸。不行啦，这样我会被撞干干掉的。你还有七滴血，可以拼一下。7D， 你说要我一枪被打死吗？没有，我们两个人都会被一枪打死吧。可是可以是那个一下，就是那个那个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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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赌一下几率怎么之类的。所以要放我身上吗？对啊，不然我们就放你身上，然后立刻冲下去，然后还是会被晾掉的吧。想说下面就有李宁的说，等一下，下面的那个到底有多远啊？我们到李宁的距离，
就是楼梯跟一个走廊的时候就会被打死了吧？我们就滚下去啊！对啊，走廊没办法滚啦。哦，那你觉得？我不知道，无法思考，我太害怕了。呵呵呵，好啊，嘿嘿嘿，果然是丢一下炸弹好了。这样的话，陆伟会去死的。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是啊，我很讨厌他。那石板会不会爆炸、啊？好啦好啦，你们想怎样？要丢就快丢啊！石板会爆炸吗？石板路会爆炸，但是应该会爆炸吧？还是要让他拿到石板之后再炸他？你觉得丢硫酸之类的如何？就是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之类的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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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你们讨论的时候，他应该已经把石板拿走了。这个时间是暂停的吧？我们在讨论呢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太长了。这是 PL 之间的讨论。对啊。哦，好吧，你们慢讨。重点是我现在还有硫酸吗？我可以做一个给你，我可以做一个给你。是用完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他拿枪指着你，他还指着我，让你做啊？太忙了吧？对啊，他是怎样？他是边指着我们，然后边找石板吗？应该不用特别找吧，应该就是。哎、欸，这么明显吗？这有多明显？还蛮明显的、啊。这有多大、啊？对啊。石板哦，你就当做我的平板的一半吧，那么大。对啊。你的平板长怎样？这么明显的话，也不需要找你去找吧。对啊。A5的一半、哦、，A5。好像。他真的一直在看我们哦。我好想要把石板投掷出去、yeah. 可啊可以啊，投掷到哪里？后面吗？投掷到他的眼睛上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想活着，我想弄一下他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啊？有声音，已经打到了吗？应该是哦。拜拜，没有啦。啊，那个王子为什么有一间房间进不去、啊？应该是之后吧，拿钥匙或者是可能。他不是通常钥匙都在同一个家里。没有没有，他有一些是你要在有一个地图，然后使用某个技能，然后 combo 成功才可以拿到钥匙。反正打开只是学技能而已啦。他就是想看他不顺眼、啊。是德瑞克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我现在有点忙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德瑞克，是德瑞克。那个英文也可以，虽然我听不懂。我也是。什么什么？好，算了，不要勉强自己，不要勉强自己，年纪大了就不要勉强自己。对啊。就是有兔王子啊的那个游戏、哦，好像不是那个吧，奥丁吧？对对对，不是是那个奥丁吧？对，奥丁领域，真的啊？哎，我这不是念出来了吗？对啊，奥丁领域啦！哎呦，我有他的手办，了不起哦，超了不起，是哦，了不起哦，我没有了，我也有，超贵的，他做的很好，可是很贵，而且大只 ，PP 超棒的。我睡前都摸一下再睡、啊，真的好变态，可爱。现在还在录音吧？听起来有点变态。没错，你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。嗯，现在要怎么办呢，哥？总之把它弄下好了。怎么弄下？我这里有一个化学药品，应该酸性还蛮强的，你直接丢出去弄下它好了。我想问问题。我丢出去，到底是我会先丢，还是他会先射我？
那就不用丢了嘛，根本一开始就不用丢啊。那我们两个各丢一个，你觉得如何？欸，到底还要射谁？对啊。你是说我们一起丢的意思吗？对啊。说实在，到底在谁那边啊？不知道。哦，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。现在在坏人的手上。当然就这样吧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在他手上了，不是吗？对啊。是啊。所以他拿枪指着我们。所以你们没有要对啊？我们只是跟他是后退吗？他是后退走吗？对啊。很忙呢、欸，是没错啦。可是他后面有一个破掉的东西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坛子哦。对啊。那还是要骗他那个石板其实是假的之类的。可以吗？其实真的在下面。可以啊。那就这么。对。可以啊。他身上有石板吗？木板而已吧。是哦，那不是要凑齐三个才有用、嗯。但是你们没有收过他身啊，所以这一楼的被他拿走了吧？可能吧。哎，可是他应该还没有进去下面那一个吧？那为什么路口会掉一个、啊？对啊。难道那个才是假的吗？可是林就这么出现了，真的。快睡着了，快要没有办法了，快要无法思考了，半侧用尽，问题可大了，没问题啊。你们现在想，那你们现在是想要做什么？就放着，我想然后不管他。那就那想想干掉就干掉。可是我们是个流动的大学生，我们会先被干掉。对啊。你们就放手一搏吧。他有要甩吗？他也是要甩技能的啊。有啊，可是他甩的要开枪也是要甩手枪技。对啊，他是成功啊！保险起见，你们可以一个人行动就好。小叶，不会啦，怎么行动嘞？丢炸弹？你可以把他引到远一点的地方之后丢炸弹。把他引到远一点的地方，什么东西？不然我们会被波及到吧？他应该离我们很远吧？有吗？他到底离我们什么距离啊？没有啊，就是一边指着我们一边后退了，我们还差一边前进。没有没有，你们大概，譬如说你们站在叉前面好了，那他就大概在你们的对侧的那一面墙。哎、欸，那还蛮远的哎，叉前面。他就一个比喻而已哦、嗯、我还在找、嗯、我还在找一个叉的、嗯、只是比喻这个距离而已、啊、如何对不起so sorry 会波及到我们吗对啊哪一个你是说炸弹那波及到那个路吗不会啊没，他现在在路旁边哦。会啊，没有啦，因为路在中间。你他不管怎么往哪里丢，他应该都会被波及。那个擦石板的地方前进吧。对啊，但擦石板就当作是在中间，在后面一点。中间在后面一点。哦哦哦！我懂了，原来我们现在已经在石板附近了。那我可以等一下，不行，
那我可以插了吗？我想插，想插，到底可不可以插？那我们一个丢一个，把一个拉过来好了，录。你要丢？暂时应该不太可能吧？真的吗？录的话，被波及应该也没差啦。反正他已经为了这个森林牺牲很多了。不行啊！不行、啊，有一种自己曲解的意思。总觉得他是需要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直觉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你还打你头？哎呦，那怎么办？走之。那就在你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你就听到后面有爬行的声音。水来了。没有，是零，然后探出头来就有没有人对，然后就缩回去。但是他怎么上来的？他被那个拿枪的吓到，所以要缩回去。他说他刚刚爬过去的时候，发现机关根本就已经坏掉了。怎么办？现在零可以，可是零会被枪射到吗？可是他鳞片很硬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可以挨个几枪吗？对啊。感觉可以、欸，上吧林，香香烤鸡，还发抖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大喊着烤鸡冲出去，我明明就是胆小鬼，却要我来投资，这是鬼月的事情。因为你投资比较高啊，真的，早就已经失敬了啦。难怪臭臭的，还以为是臭鱼的味道，原来是你失禁的味道。我其实是用背的臭鱼盖掉这个味道。原来如此，都鲜鲜的，都鲜鲜的。啊，对，我们包里还有一个石蛋。是这样子吗？嗯？什么石蛋？包包里啊。包包里。还有一个假石蛋。哦。是哎、欸。对吧？对啊。那在他插进去之前，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这里还有个石板，要不要过来拿？”对啊。不然我就过去也行。哎、欸，他答应了吗？好啊，那你丢过来吧。但是我丢过去应该会……对啊，大爆炸。然后路就死掉了，那你丢啊！刚说你过来啦，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脚，看哦，朝哪走路的？哪有啊？明明就怎样？你们的脚看起来好不好？我脚都在发抖，就跟刚出生的小鹿一样。你们是不是还好好的站在那里吗？你有力气丢，你知道我们 S 加多少吗？只有三。丢过来啊！哎、我也觉得、啊，而且我全身都血，两个废物。对啊，我也是哎、欸。我游泳都血。快过来啦！是啊，他叫吴思雨。你快趁现在撞他，插下那个石板。撞撞撞！你看现在，快点啊！现在撞他，快点撞他！那林就只好咬着牙，然后想着烤鸡，然后冲出去了。冲昏他，快快快！你们一定要林做这种事吗？真是的。那个鹿，快两个一起拖。那你们两个人 DEX 都六啦，才五好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第一开始只有六了？好啦，六。因为那个、哦、你们刚刚中了那个，那可以甩诚实吗？布棒，所以就只甩六的意思吗？不行，乘六啦，乘六。啊，乘六，对啊，后来好像只甩六，成功了。乘六，乘六，乘六，好强，超快的啊！经常累积的能量，是的，小张超快，姐太滑了，跌倒。啊我这边，
那反正灵把那个人撞倒了，吃掉吃掉吃掉他，并抢走他手上的石板，抢走他的枪。我不要吃到，恶心哦！然后就回来了。做得好，我给你一桌烤烤鸡。反正他用尾巴，然后把它压着。跟一年份烤鸡，可以永远在我们家吃烤鸡，吃到死掉为止。对。太可怕了，不要！然后他就把那个烤鸡，不是，他就把石板里面只有烤鸡的脸，害我都说成烤鸡了。我要把手榴弹，然后把石板给你放在那个人的嘴巴里，然后你等下讲一个字，我就会把那个拉开。然后，好意思哦，对啊，杀手人格吧？你不是胆小鬼吗？你的太害怕他反抗了，所以我就这样子。是阿宙属性吧？自圆其说。哦，那。我先把石板塞进去好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哎、欸，三块，三块哪里？啊，第三，啊，三块石板就要塞进去了。哦，刚刚第、啊、上面是什么？就是这是第三块，上面是月亮的图案。哦，月亮，哦，太阳、月亮跟蛇，塞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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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塞哎、欸，好，好，那当你们塞进去之后，中间突然就是三个板子都发出了光芒，然后在中间出现了一个像光一样的影子，然后问你们两个人说，你们想要什么愿望？为什么变激进？因为我不知道要许什么愿望。虽然很想回家，可以实现这一在场。可以再给我十个愿望吗？嗯，对啊。我希望能再有十个愿望。对啊。那个人可以实现三个人的愿望吗？有讲任何话？嗯。啊，三个人。哦，所以我们两个可以各许一个愿哦，实现你们两个人的愿望。你很小气耶、欸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当然是两个人许一个愿啊。嗯。那就不要愿望，你们就住在这里喽。我可以成为世界的神猫。你是小圆吗？真的表示啊，好刺眼的，看不太清楚。在后面，我想把灵带回家。我也是。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可以一起回家吗？到底？为什么？什麼没有办法。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啊。对啊，愿望到底定义是什么啊？对啊，你可以。没有啊，你讲出来，我们只是在内心。就你们两个要回家是吧？你们在内心讲话太多了。对啊，假动作太多了。我们在旁边稀稀疏疏的，太任性，太任性。好，你在这边讨论那个那道光芒持续的闪耀。拿到太阳石板下面是不是还有房间啊？还有吗？写那边没了，第三间了，没有了。怎么办，雷哥？让我好好的想想。我好想要许，我要跟小跟玲玲一起回家吃烤鸡。对啊，可以吗？嗯，他想了一下，跟玲，哪位是玲？后面那个很可爱的蛇蛇。然后他一直在抬头，哇哇，傻萌傻萌的，傻萌傻萌。那他就说，他想了一下就，就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啦。那可以多带一个人吗？啊，你们是这个不行哦，我都已经说只能再带一个人了。可是他不是人啊。对啊，一条蛇、一条宠物跟一个人刚刚好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对他来说就是当作多一个生物吧。嗯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真是，对啊。
那我先把鹿叫起来好了。嗯，鹿好了，你啊，昏迷中，打他巴掌，连环巴掌，连环巴掌，啪啪啪啪，醒一下哦。林舔他，哎，你舔舔他，所以叫邻居舔他。哦，哎，哎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得舔吗？我，你要干嘛？说。我用臭鱼涂他脸。哎，不愧是。对对，当你在想这件事呢，林在后面低喊看着你。我们快好了，再等一下。对。我现在正在用臭鱼涂抹着 NPC 的鼻子。那他没有反应，好像没救了。嗯，那我用力塞他蛋蛋的话呢？没有反应，居然。应该已经死了吧？是吗？看一下还没有呼吸。死了吗？为什么突然间就死了？因为他一直都在流血啊。我不是有救他了吗？刘姐，我觉得你们讨论超久的。看一下我是我们的努力吗？对啊。好啦好啦，让他起来啦。真的是齁。耶。哎，都已经发下去的便当，只好再塞回来。嗨。在我们的面前，他就一脸迷茫的，先不要咳嗽啊！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快点告诉他状况哥。总之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他就说这边是一个叫做雨都的丛林。你知道他在哪一州吗？啊？亚洲、欧洲就没有离开丛林，派不上那种常人。可以再仔细问一下你的愿望吗？他说他想要让这个丛林变成以前的样子，但是变回去之后还是会有人来入侵啊。嗯，真是困扰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你跟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。可是他应该很难离开吧？对齁，我们可以再开直升机来找他。对啊，我就把手机留在这里好了，然后就可以 GPS 这台手机了。没错，这样子吗？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好，我们可以找得到你的东西啊。对。然后你就说：“我知道那是手机，那是手机。”很聪明哦，你看谁都比你聪明，这不愧是我们的宠物哦，真的。对啊，野人，你除了在那边平时之外，还有什么用呢？真的。他表示问号问号问号的看着你，把这个给你好好拿着，不要弄坏它就对了。请你好好的活着。好吧。嗯，我把心中的电源插进去。嗯，以我们的财力，应该是可以把它接走的。而且我们还可以改造这座小岛。没错，可以把它改造成乐园哦。没有错。变成你们的乐园吧，大姐姐的乐园。对。OK， 那神在旁边等。好。自从来到这里之后，整个人都变得怪怪的了。性格大变。你是疯过的人吗？我应该疯过一次之后就变了。嗯。真的疯了，那就可以跟沈徐了，然后跟你一起回家家吃烤鸡。那他就点了点头，然后就说：“那没问题。”那烤鸡的话，你可以顺便帮我们准备一下吗？那当然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哦，到底是什么神啊？神格很弱哎、欸。啊？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说。最好是没有，我刚才心里想，他是在跟我说话而已。你们那边很弱哎、欸，呛人家然后还不敢呛。我们就是个柔弱大学生。对啊，我们只是个周三而已。太废了。现在只有四。对。好啦，那就在一阵炫目的、熟悉的炫目白光之中，你们回到了原本的世界。跟着玲玲吗？你们旁边没有蛇。有别的东西吗？你们旁边躺着一个人。给他莲花巴掌。臭鱼，用臭鱼给他。
你没有臭鱼啦，你们现在两个人醒来了，但是身上还是那个丛林里面的湿气跟那个味道。我以为是湿块呢，吓我一大跳。没有没有，湿气跟味道。呀、yep ，放快乐的音乐。哎，是有没有声音啊？怎么办？啊，好慢。妙龄的，这大叔是谁啊？大叔是小哥啦。哎，不要这么失礼嘛！快变回以前的弟弟啊，弟。嗯、啊、嗯、啊。腰间。刚刚发什么事？我才想问你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我也觉得。而且还多一个人。电话帮上他就可以顺便这样打人吗？可以啦，没有问题啦，我没有打他，我只是打他巴掌而已。不是一样类似？好像差不多。那这个人他醒了没？他醒了，然后他就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，揉眼睛。我们也想问你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谁？然后他说他说他的名字叫做林。一片沉默。一片沉默。你是那只大蛇蛇吗？啊，蛇？然后他就没有这个印象耶。你喜欢吃烤鸡吗？还蛮喜欢的。好吧。然后他就话说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是不是私闯民宅？难道我梦游？然后就连忙站起来。想要吃烤鸡吗？我是想啦，但是没有人会这样突然问别人的嘛。你眼前就两个人这样问你啊？对啊，而且还长得一模一样啊，这是什么妖术？他说：“那我是不是？”哎，一定是我不小心闯进来，真不好意思打扰，然后开门就出去。我要绊倒他。那个谁，管家跟仆人，快点把他拦住。没有错。玛琳娜。玛琳娜。玛琳娜，玛琳娜应该是德式被桥摔吧？来人啊，关门，放狗。放蛇。放什么啊？玛琳娜吗？也可以啦。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，然后林就被制服在地上，好可怕哦！我来了，那应该死了吧？居然是玛琳娜，在那边学哦，怎么了？所以要干嘛啊？这群人先把他架起来，大家去吃烤鸡啊！对啊，然后他被架起来，大概还离地的三公尺。哎、欸，等下，三公尺有点太高了。你巨人吧？我把玛琳娜想得太高了。你巨人呢、欸？我看一下，林也才160公分而已啦、哦。对啊，可是比我们高。对啊。那他，总之他被架住，然后离地几公分。对啊，可是我们也不会再长了。对。然后他被吓得口吐白沫。好没有用哦。怎么会白沫、啊？就是那一只大蛇没有错，果然是他。对，太没用，没用的样子一定是他。干，我刚刚想找林的图，但是我知道他长怎样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啦，为什么你知道？之前有放在那个列车单里面。不公平，那我呢？等他找一下咯。等一下、啊、我找一下。请问 GPS 哥哥的电话。对啊， GPS 先跟你，我贴上来了啦，先跟你这个烤鸡，一边 GPS 看一下在哪里，一边 GPS 太忙了吧，走吧，往餐厅移动。那你就发现架着铃吗？好，放我下来。烤鸡了，先插一只手吧。好啊。但是他还被架着。了啦对啊，反正我们已经牵着他的手了，逃不掉了。逃不掉了。嘿嘿。玛琳娜有一种那种肌肉壮汉的感觉。没有壮汉了，叫玛琳娜。
哪个呢？所以你们是左边、右边，然后牵着快点吃烤鸡。嗯。哎、欸，突然间吃烤鸡。我们之前约好的。约好的。哎，好吧，那就只好勉为其难。哎，好可爱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你们很凶吗？长什么样子啊？你想象的是什么、啊？跟蛇有点关系，所以。我本来以为是一脸冷酷的样子，黑紫色那一只之类的吗？然后却很白痴之类的。GPS 的话可以找到那一座丛林吗？嗯，你们发现那座丛林，GPS 完全找不到信号。哪里？我手机。你的手机没了。没了。可以打过去吗？对啊，我这有讯号。打过去是杂讯，杂讯，然后说，就是可能对方没有开机的那种回答吧。果然，把手机交给土著是错误的选择。真的。然后林在中间一脸问号，他就把事情从头到尾告诉给他。他会觉得我们是神经病吧？就说。我们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。哈什么哈啦？好凶 啊！你都不知道我们都出生入死，你也是出生入死啊！ 要不是我们急救你，哎，原来我也是。你告诉我，我哥哥是写小说的，他最近有点妄想过度了。我要这样子啊！踢他一脚。但是你突然这样跟他说，他根本就觉得我们疯了吧？看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哦，果然那个是圣杯吧？果然是圣杯吗？果然是圣杯。又乱扭曲人家的意思，人家是说要跟蛇一起吃，不是说要跟人。对啊，而且还失忆，真是。那你们看到就是林的手上。有着像是蛇一样的纹路哦，这是那个吗？皮蛇？皮？不是，是有点像纹身的东西。听起来符吗？冷静一点，开皮。张文静，张文静，你们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有。等一下，阿寿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哪知道你说什么？说说皮蛇而已、啊。对啊，就是带状疱疹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当然不是那个啦，是纹身，纹身，只刺鳞而已。那哎、欸，我看一下你们身上也有纹身、欸。我是乖孩子，不可以纹身的。我看一下 CC 的纹身也是在手臂上、是一条蛇。阿宙的在背上，但是你们应该衣服都穿得好好、啊、所以不会发现，只有晚上互相洗澡的时候才发现吧。对啊，欸，你背上什么时候纹的身啊？好中二哦。等一下，我们不是要吃烤鸡吗？说的也是，那是以后的模拟哦。对我模拟，林表示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看看你手上的纹身，看看，他看了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你都不知道的纹身吗？天哪！我觉得你的精神状况很不稳定、哦，要不要先住在我们家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呢、啊？我们可以请最好的精神医师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这个。他想了一下，刚刚是不是自己在梦游？需要再给你一个莲花巴掌吗？要吗？不要！然后他想了一下，就哎、欸，可是住你们家，哎、欸，哪里是你们家吗？是啊，我醒来的地方。从、这边到那边，还有这边那边都是我们家哦。嗯。啊，所以现在开车还没出你们家吗？嗯、啊。
还没，我只是要去餐厅而已哦。好歹也有十分钟的车程的吧。欸，所以你们是到自家的餐厅这样？难道我们要去吃外面的烤鸡吗？靠！太强了吧！我也是。先吓吓他，哪位？对，先吓吓他。嗯，他已经信了。我们只是照你说的去去那个而已。对。哎哎哎，哦。然后车子就停下来，然后就说到就是，所以我们还没吃哦，还没，还没啊，到底有多远？对，超远的餐厅，对，下车吧，好。然后你们两个下车之后，就发现林正要可能的玛丽娜，玛丽娜上，玛丽娜就像这个。肌肉男一样的出现了啦，烦呢、欸！从旁边的树丛里出现了，我不行，我快要死掉。所以他怎样用着手掌就直接抓住了林的头，然后可以拿砸起来，像那个比斯吉之类。就把他抬起来。对呀、啊，直接就抓着头，然后把你们把林抓到把一人牵一只手，不可以再逃掉了哦。没有错，好病娇哦。好可怕哦，快吓坏了。那就到了餐厅里面，然后点了烤鸡，整桌的烤鸡。是吧？然后他就默默的流口水。吃光吧，全部吃光吧。我这个也吃吗？自己也决绝。对啊，我们要吃。决绝。好，然后我要让林塞一个东西。会变回蛇吗？真的吗？哦，不会啦！居然他失败了啊！在干嘛？太烫了吗？对啊。没有，他就吃到烤鸡的瞬间就想起来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对啊，而且还大失败，应该是记得很清楚。叮叮，想起来了吗？我们约定的烤鸡，然后你们还满嘴的烤鸡，然后他也满嘴的烤鸡，不是我想起来了，很标准的吗？非常标准。是啊。不要吃东西讲话了，我要自己吃这样。对啊，那反正林就好不容易吞下了那一口烤鸡，然后就说：“是刚刚那不是在做吗？看看我腿上的伤，看看我的烤鸡，看看我的 HP， 腿上没有伤，我的肾值也超低的，难怪我有点怪怪的，真的超低，真的超低的。”然后林就看一下就，就、啊、你的，你看得到、哦？你气怎么那么低啊？当然看不到啦，但是就你的精神状况好像有点不太好哎、欸。刚刚冒险实在是太冒险了。真的，刚刚是什么状况？对啊，你去吃烤鸡。我要去找我们家的心理医生了。我要变回胆小鬼。等一下吃完再去找也不吃啊。那林就帮你们看了一下之后，林帮我们看了一下，他是医生哦。对啊，他是书商吧？啊、印象中。哦，厉害的书商，好厉害哦，十项全能。真的，你就留在我们家吃烤鸡吧。对啊，吃一辈子。三餐烤鸡吗？哎呀，三餐烤鸡有点腻啊！看你想要吃什么啦？对啊，就定好了啊！怎么好意思？对呀、啊。所以、是现在吃完，然后比斯吉啊，不是玛丽娜要出来了吗？在旁边吓吓你，先吓吓你，站在旁边，还一直在流汗，居然是书商。那本书啊，我不会知道、怎么了？对啊，那本，
哪一本？啊，你们买的那一本是我家，所以你们不是放在家里？你不能送过来就好了。玛琳娜啊，林一个吓到，玛琳娜就一个，居然是老大风。对不起，我觉得要跟死人道歉，大家道歉的。那个是玛琳娜的，一个叫做玛琳娜的一样的仆人而已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哦，然后不一定啦，有可能是很壮的女生。对啊，像大神一样，也是哈。蒙琳娜，这其实是蒙琳娜。蒙琳娜，蒙琳娜，快啊！蒙琳娜，他就去把那本书拿过来。是蒙琳娜，真的是超快的。跑车十跑步就跟十分钟的路程，他居然两分钟就达成。超神是天可以。为什么不在？真的背着我们跑了？那早上就抱着过来就好了。所以你们把书给林看哦，然后他就看了一下，他说：“哎，这是我之前你写的手抄书哎。”对啊，他就说他看到有一本书，然后很破旧，然后就照着上面的文字把它全都抄了一遍。他说在讲一个关于从零可以从头灭绝的故事。我要拖撑着沙威岛，哎，看在考蒂之恩上。对啊，等一下，考蒂是强迫 你吃吗？强迫我吃的吧？吃的量津津有味的还叫？对吗？那他就把书放在桌上，他要逃走了吗？的感觉哦。蒙琳娜，我觉得有一种很可怕的双胞胎在看着这里。不用啦，叫仆人们到外面去守着。蒙琳娜，你就守着外面吧。嗯，那我再让他甩个 luck 吧。哦，他过了很久，没关系，他是出不了我们家的范围的。是会踩到地雷吗？这个？我们家跑出去的话，用跑的大概两天呢。对啊。太，等一下，太大了吧？应该是吧。你们家在哪里啊？是的感觉。那应该是在偏远的乡区、嗯、大门是锁着的，所以他应该是出不去啦。对啊，而且到处都有警犬。对啊，做迪克家族的感觉，真的。安安，我们很好。安安，这是什么？有一种耶，喜欢的玩具拿到手，然后监禁在家里，可能过几天就会有消息传过来了吧？对啊，好可怕哦、一个。什么消息呀、啊？应该是捕获的消息吧。有个人死在你们家的庭院里。莫琳娜可以启动那个模式了，狩猎模式。去吧，莫琳娜。莫琳娜交给你了。然后他就一个暴气，百分之两百状态。然后他就跑出去，好可怕、哦。振作啊！振作点，咳嗽。我可以看一下手机吗？还觉得有点弹。看手机的时间、啊。你要看手机。哦。手机回到原本的时。难道说我们是回到过去了吗？说的也是，所以我手机才找不到我的讯号。我们可不可以 Google 一下雨都啊？对啊。你们 Google 只会 Google 到一个传说中的，那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吗？那是一个应该已经毁灭了吧的虚构的地方，在这个时间点。说的也是，所以我的手机也毁灭了吗？对啊，你的手机已经变化石了。好吧，知道了。对啊，买一个 iPhone 7了，在一瞬间毁灭。好啦，买给你。耶、yeah. 。然那这时候玛琳娜回来，做得好，回来做得好，玛琳娜。我们就把真的给玛琳娜。居然是生肉！
然后他就很有交情的。那可以问你林鱼都的事情吗？对啊，没有问题的，他是人类。对啊，玛丽亚是这样，但他是人类。这难道是这样？所以呢？不可以歧视人家哦。对啊，而且还是可爱的女孩子。对啊。嗯，没有，没有啦。原来你们喜欢这一期的。之后把他放在他的房间了。好啊。可以了，房间很多，随便指定。已经有他的房间了吗？赶快先上锁吧。嗯，你想要套房还是套三？你们这是监禁吧？那就套三吧。习惯了吗？嗯，套三吧。雨都雨都雨都，哎，好吧，要关啦。然后就发现自己被关在房间里，但是外面是猛铃的，可以出去。对，好，然后立刻出去。又昏倒了吗？啊！回来了，吓坏了。雨都啦，雨都啊，把门关起来。雨都是什么？雨都什么是雨都？嗯，宇都是之前抄的手抄书里面虚构的一个丛林，然后好像在那个丛林里面有个叫做伊格的神吧，是他们崇拜的。我知道，我有读到，我读到一个奇怪的版对象在那边的原著，然后我就疯了，然后我就记不起来了，然后我弟弟就回不来了，我人格就改变了。看，哎、欸，等，等我，等我再次回来就会回去了吧？嗯，其实已经回来了，对啊。回来，哎、欸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，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好强哦！那我要变回胆小鬼。刚刚林看了一下，我先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要躲在哥哥的后面，所以他现在在被子里面开头。所以宇都他存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嗯，他到底居然记得那个记忆，应该你就知道他是存在的吧？不想找找看吗？或许吧。一个月后的雨都，还是我的身体好像没有健壮到可以在丛林里走来走去啊。猛灵啊，这是野兽吧？只是回归丛林而已。他就没关系啦，我还是什么？你还是学生啊？而且我的课也还没上完。啊？他是学生啊，他才18岁。没有、啊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比他大哎、欸，快叫前辈。算比他矮，好可爱哦！搞不好是同一所学校的。我可以理啊，不要吧！好啦好啦，你走啦，你走啦。擦汗。那可以事后去太平洋附近调查一下吗？对啊。太平洋附近，那边应该什么都没有。接下来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乖，已经拖出剧本一段时间了。那保险呢？对啊，保险费呢？啊、然后也认识了林。我们要去炸妈妈，领保险费。什么保险费啊？那你们可以塞个。等一下啦，这样很危险呢、欸。好、啊，那就算了。嗯、哦，反正很麻烦。嗯，反正很麻烦。妈妈就算了吗？
那你们这样在字节上面要明就没有炸到，对啊，炸掉明就算了，在那边自己真的很想要，对啊，没有啦，我说算了。算了，没有啊，太危险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然后好麻烦，不能让我的炸弹浪费在妈妈身上。两天之后就出去了，没有给零车子吗？不然他怎么出去啊？放心了，他晕倒之后，蒙到巴黎回来的，还要走两天。因为我是为了什么放你走的？那这不是出不去吗？你们一眼计划通的脸我都看到了。是啊，病娇感。我们有，我们可以把教授请过来这里啊。是啊，我要上课。你们教授应该比外面的好很多吧？对呀、啊。阿读，他说他读的不是什么系的，他现在三级啊，所以应该对啊，什么系的？什么系？哎、欸。啊，他说他是那个在说什么呢？文法吧，国文吗？那就没问题啦，我们教授很专业的，真的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突然发现他会英文跟意大利文。意大利文的意思是？你的意思是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看到而已。一片沉默。国语，我也觉得。好啦，讨厌、啊，不重要啦，更难。乖呀、啊，好吧，乖哦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奖励的吗？林还在睡着了，林还在我们的家里面走。嗯，怎么样？他就哎，他一直出不去，他就索性还是在那里。他会饿死啊！一个放弃挣扎的概念。他如果在我们家附近的话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耶。你们不会喂他吃东西吗？闻到他的味道，把他带回来的。哦，好。会叼着他回来吗？然后摔在地上。本身就已经要让我们掉身了吧？好可怕哦！我们居然活下来了耶！原来家里养了一头这么厉害的人，在各种任性之下活下来，啊，你们活下来的人，真的，谢谢张文静让我们这么任性，谢谢文静、哎，谢谢文静，谢谢秋秋人，可以不要秋秋人，不要讲本名啦，老啦，耶、yeah ，那奖励呢？好，准。喂、欸，可是我们还没甩，不是吗？我刚刚已经帮你们夹一夹了、啊。你们的 HP 可以 1D3 再甩一次。好哦，满满的耶！那我先把录音关起来。半一吗？嗯。闭嘴啦！